不是我不让你吃，你听我说哈，你看你是哮天犬是吧，而这个是天蓬元帅的耳朵，而这个是天蓬元帅的耳朵，那你要吃了那不就触犯天条了吗？触犯天条了吗？啊，是他天蓬的确没你哮天犬三观端正，但好歹也是你上级领导啊，但好歹也是你上级领导啊，所以呀，违法乱纪的事儿啊咱不能干，这肉啊你不能吃啊，你不能吃啊。翠花呀，今天我开车开到市中心就是为了给你排队去买大虾去了，买大虾去了，因为这家虾是出名的好吃，我也想让你尝一下了啊，你看我给你带回来了，赶紧吃吧。我可告诉你翠花，他家的虾的最大特色就是越吃越大的啊，越吃越大的啊，你别看现在小，待会儿越吃就越膨胀啊，是吧，越吃就越膨胀啊，是吧。哎妈呀，这什么幽怨的眼神啊，这什么幽怨的眼神啊，这是个人啊，那咋的，就看不惯我吃点东西呗，那合着我得饿死你才高兴不，真诚啊，这一天天的啊，合着我欠你500块钱啊，拉这个脸给我看，拉这个脸给我看，那你吃那烧鸡烧鹅啊，那多香那多香，那我像你这样似的了，我给你脸色看了没，什么人啊这一天。